From museum to the stage. If you watched our special New Year concert here on The Vibe, then you know that we invited a dozen of musicians on our show to celebrate the beginning of 2022. And among them, we had TAILOR’S Shop, an emerging Chinese band. They first became popular after appearing on China's variety show called In China, where they covered popular songs using traditional Chinese instruments such as the guqin and the pipa. Now, The Vibe spoke to them exclusively, and while also getting a few tips on how to rock the guqin TAILOR’S Shop style. Take a look.裁缝铺成立于2019年，其实我在2017年的时候就已经在设想这个乐队的模样，想要做一些国内没有的音乐，还能和中国传统乐器结合起来。所以当时找到了琵琶的小马和古琴的王老师，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以后呢，他们也觉得很好，一拍即合，裁缝铺就诞生了。不辨落木萧萧下。 不仅长江滚滚来，整个完事了以后，我们，好，在这个地方完事。裁缝铺的创作基本都由我自己来完成，主体的部分编曲，所有的东西，然后最后再加入编写古琴和琵琶的部分。登高必须是一处。因为一开始大家对于裁缝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我们也比较相互的信任，他们也很信任我，所以说在创作过程中，如果有不同意见的话。 大家也都会去沟通，然后磨合好。只要是对于乐队的主线想法一致的话，基本大家也不会有很大的分歧。得嘞，那我们今天就这么着，那今天就拜拜了。裁缝铺的音乐呢，我觉得它是比较丰富的，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音乐。 包括诗意的部分，民间的特别江湖气，也有特别酷炫的这些部分，把自己的擅长的东西融汇在音乐中，产生的这么一个化学反应。基于传统乐器的基础上，裁缝铺也做了一些创新，例如加入了电琵琶和电古琴。 相当于是一个新的声音，新的乐器。因为今天的音乐已经是另外一个维度了，去实验性的去尝试一下吉他的方向。参加中国潮音，更多的人喜欢我们，也认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音乐人，还是很有收获。第一轮是《四面环三》的。 第二个是《浪漫人生路》，指的是他拟声了，做了一个。 效果它就是模仿在沙地走路，瞬间能够把人从一个录影棚的那个环境带到一个画面感。第三轮是《想着你》，都是三首翻唱的歌曲，因为赛制比较幸运的，这三首歌相对来说数据会多一些。 自己一些本民族的生活方式，我们的饮食，还有我曾经学过的戏曲等等，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素材。其实就是生活，思考我们在这片土壤上，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音乐，为周遭的一些能带来什么。我们选择了还是从传统文化当中去汲取一些好的部分，用在我们的音乐表达当中。潮水的话，它是凝结众流的一个声音，所有的。 流水汇集在一起，那它也是一个很澎湃的声音。大家都形成一个这样的方式，但是用不同的途径表现出来，就是一种汇合的那种感觉。我觉得这就形成了潮。
因为今天慢慢的祖国在壮大，音乐、文化、一些当代艺术等等等等，它是需要一个时间才慢慢有更多的人去关注的。做中国潮音这个节目，用意其实是希望年轻人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我们的民族自信能够关联起来，想要有更多的属于我们自己的一种文化背景，让我们很有自信的去玩我们自己的音乐，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